好久没给大家表演练车了，今天浅炫一个，给大家助助兴。好像感觉少了些什么。啊！我的小猪，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。哇，麻雀提醒，我现在很稳。十，一，十，五。他们在逼你。我听不得这些东西，我是聋子。现在想是很贵，他们两个人才打这么小的伞，我跟我爸都没打过这么小的伞。人家至少有个男孩子陪着，谁让男孩子，你也有啊。这是什么？刚刚给人家情侣，我让你送。下车吧，我的小公主。你说公车停下车，你这车还够好看的嘞。这台智己 LS 六，你看这车连线的车身，贯穿式尾灯设计，沉稳优雅，特别是这个全画幅坐在驾驶舱，跟台风飞船一样。再把嘛。早上好。怎么把车开进了死胡同？死胡同你怕什么呀？我们有这个一键巡迹，别管你碰到啥不敢开的情况，都能帮你解决。你看，这不出来了吗？进入胡同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不过这车太智能，我当不了凶手。嘛，前面是红灯，你逼我干啥？我开的再快，你来到这还不是一样要等？你敢停在我旁边哈，我就瞪。你真勇敢。再见。我家对面的住了一对法籍老夫妻，太太是法国人。有好多次我在房间录视频的时候，就看到他站在对面抽烟。你觉得在干嘛搞到毛病哦？有点点尴尬，可是没关系啊，打个招呼，逼个猪，然后继续他抽他的视频，我录我的烟，非常和谐。我房间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浴室，从我搬进来的那天起，他们浴室就没有装过窗帘。但是夜晚灯开又影嘛，大佬你成日抱住本书坐喺度，一坐就十五分钟。佢又睇书，我哋呢边成栋楼开住个窗睇住佢睇书。我在房间偶尔都会把窗户、窗帘这些都打开透透气嘛。她老公每次洗完澡就裹一条浴巾，把窗户打开，就开始摆弄他放在窗口那对鞋。他那个窗口永远有一对鞋，长鞋那个窗口像在进行什么光合作用。有一天晚上我起床又见到他在那玩鞋带，差点把我吓死。那佢老公黑人嚟啊嘛，看到我还跟我打招呼 ，Bonjour mademoiselle， 哇，是真的有点尴尬，兄弟。Ah, c'est joli votre chaussure. Regarde, aujourd'hui, c'est la chance que j'ai trouvée. Ah, mais en fait, il y a une promotion en BHP. 从头到尾，他的左手都在拽他身上那个浴巾。可能他跟我一样尴尬。依家啲人咁噶，夜晚间房都唔拉窗帘，仲要同人倾偈。不过你老婆急我，我急翻你，不公平啊！再见。你们真是太厉害了。昨天下午我出去开会，突然之间坐我隔壁那个小哥。你评论区粉丝的头像。前天我录了一条蝎子摆尾的视频，不就是节奏一下没控制好跪那了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我这条千年老杠精一下没摆过去，好出奇啊！我一女的点开评论区，60%的人叫我磕头，30%的人叫我平胸，剩下的10%作为压轴起到了总结性的作用。卡车甩尾，螃蟹甩钱，蛤蟆跳海，蟑螂甩蛆。他说我是王八翻身那个朋友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觉得爆。我的两个粉丝群里面住着一群祖宗，平时一有新人来冲上去撕咬，发现新人是帅哥超棒呆乖巧，投资跟我们说想看你的照片。大哥你话都抛出去了，骗回来照片就想给我看一眼了。这几天我就默默的潜水看着他们刷屏，投资今天来磕头吗？投资今天来磕头吗？投资今天来磕头，我打死都不来，有一股墨少了没。突然我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头像，是我心情的运营小姐姐。磕头磕头磕头，夜晚吃饭关系见到佢我仲问佢老杨最近在群里挺活跃啊。半个钟之后我翻到屋企，又喺群度睇到个熟悉嘅头像，投资不磕头，对不起佢。人做视频，我做视频，我怎么做得这么卑微啊？对呀。朋友在我家寄养了一只侏儒兔，我们家老豚鼠从小就没什么玩伴，到老年来给他找个老伴，听起来也算是老有所依。兔兔接回来后，邻居明天要举报我绑架了一只袋鼠。我妈见到 baby 显得异常的冷漠。哦，你真是偷哟！我爸就还是老样子。其实我还行。哦，我查一下豚鼠和兔子可不可以一起炖。还有啲老豆好奇怪嘅，啊，从来都唔谂住掹自己只龟哦。你将 baby 和米妞握握手，好朋友扯尖仔饮下酒。初次见面 ，baby 就离米妞这么近。你只黑鸡饮乜声唔出？然后转头对着我爸，你这个房，你这是傲娇狗。兔子当时回我就发脾气了，去别去。办完脾气回来，还是想默默的守护着你，可能这就是爱吧。哥哥哥哥哥，别别别！兔兄这次来的交友过程不是非常愉快，可是不要灰心，以后都行到底选嘞。青莲归途，再见。
我在法国过了八个春节，住在巴黎二区来说的话，年味是不可能有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。可是阻挡不了我一颗渴望年味的心。我试过在家门口贴对联，Mais tu sais le volant, mais le meilleur chinois。还试过吃年夜饭给法国小孩拍历史。哈登得父母开一下。哎，给他翻哎哦哎哦。Que toi, quand ton pays faut pas d'argent, pas de gaz. Enfin, la décision s'il vous plaît. 找到你唱过同类 A。直到有一年我父母来巴黎过年，我的那些法国朋友直接崩溃。那个我在广东的小号找，三年了，老这边小号小号，咋了？谢谢谢。可以讲五八 get 啊，咬到他们牙龈出血。瓜子啱啱？呢个系只广东嘅年糕同埋萝卜糕，祝你有发财，年年高。食啦！哎呦，是来 dessert 咯？是黑蒙比萨嚟讲到呢？我爹哋唔中意喺舒芙蕾里边发蜡烛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发财慢举手，发财就手。宇宙男人的袋子当 set， 唯一从菲尼蒙这里舒服，光芒在芒这里片。转一转。Zara 设计师你在吗？最近很喜欢花，莫名其妙居然觉得好看。这件衣服应该不是这么穿的，来下拉拍到头都。女生的小心思，设计师们应该是拿捏的死死的。出去约会的时候，啪一下露个小肩，啪一下。我大哥，你是不是露的有点多？像手打石膏的时候忘了打手。宣传图片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好，迪士尼出淘汰神。这件针织看的还可以啊，正正常常，斯斯文文的。那如果我配上一对球鞋，我再拿那么多钱吗？耶！那如果这个时候配上我的小靴子，再会变成一个马云了。穿多脑壳清痛了，再也不打卡了。娟娟，我家米妞正儿八经老豚鼠。三年前抱她回家的时候，店家跟我说养不大。三年后，说你是肺根，你委不委屈？说你是、拍个视频，但尿了我一身。长不大这三个字诱惑了多少人？我朋友买了一只侏儒兔，养成了一只雕。隔壁街士多店的老板娘前几年养了只香猪。有一天我经过亲眼从个窗嗰度睇到个老板娘揽住只猪喺度瞓觉，我吓只猪大概有我堂妹咁长。嗰一刻我终于知道你点解咁中意将你啲男朋友、女朋友称呼为 B B 猪、小猪猪。个老板娘同只猪啊，你揽我，我揽你，四只脚仲搭埋喺一齐嗰种痴缠。豚鼠、兔子、香猪这些其实还能理解。几年前我妈妈三只鸡发广告长大，然后不就一直喂嘛，一直喂，一直养，养成了三只公鸡，成日喺埋晒乸型鸡孵蛋咁抢人头顶。一有人回家，一条狗带三只鸡，一路跑一路飞咁过嚟。这三只大鸡在他们还是中鸡的时候，有一只是事故被猫叼走的。哇！我奶奶拿起扫把带着一只狗、两只鸡冲出去追着它。我在隔篱一路睇住佢哋，一路唔食住薯片。从小集体活动就没什么参与感。长不大这三个字真的是，哎呀，你长不大那你就养我算了。你看看我四肢健全，身强体壮，够啊，长大了你又不会了，长到肥了，长到肥了。姐姐14天隔离期终于结束啦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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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巧啊，哎呀，好巧啊。你拍我呀？哎呀，我那边给我拍了、我跟你拍，我跟你拍，再录了。要不要喝水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，喝水！你干嘛？各方各路的老友知道我回来了，就开始不断的投食。投食这件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你送个榴莲给我是怎么回事？有人直接寄了三只乳鸽，说今天晚上一人一只，谁都别想跑。好久，我7年没吃过蛋挞。怎么啦？叫爸爸。不认得你。我妈说要带我看一个东西，非常的神秘。看你爸给你生气。嗯。吓你了。他说你还小，喜欢粉红色。在你爸的眼里，你还是个小小孩。这个不是墙纸，这个是我爸刷上去的。去年知道我要回来了，就拿那个膜一个一个这样刷上去。谢谢。那个蚊帐越看越笔直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再见。我第一次来巴黎看到路边的鸽子，脑海里只有三个字，好肥呀、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不是乳鸽，还有呆楼熊赳赳起昂啊！你走在路上，他走你前面，他只脚得咁短，他行快，有对翼，拗佢唔飞，系咁一直按住个头咁望住你。冇咩，好肥呀、好丑啊、一飞起身就变咗神雕，你一扑开对翼，哇，睇住你天灵盖就咁过去，真的没有夸张，我现在走在街上无端端就这个样子，旁人觉得我喺度避紧神雕，我当自己去搵紧阳光。
还有一种鸟，海鸥。巴黎还行，我上次去 Brighton 看到海鸥打得跟狗一样，仲好中意抢你啲嘢食。鸽子还好，你大佬咁样行路啊嘛，海鸥咁样就过嚟啦嘛，行快好多噶。有一次我坐在 Brighton 市中心广场内吃汉堡，隔壁有两只海鸥一直蠢蠢欲动，就那种，喂，突然从隔壁路洞冲下来一只这么大的，然后窗窗帘一度同我对视，就眼飞咁冇走咗去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再低头一看，一群鸽子看着我，手上的汉堡。我做咩你哋？农村包围城市啊？群众压力嚟嘅，呢啲系。吃完之后，他还给予我大自然的馈赠。放过我啦！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更不是出于报复。回国天天吃乳鸽，再见。